第三场澳港杯一级赛起步咯，一起步嘅时候咧，较为快啲嘅咧，见到啊只爵士鳄啊，居然咧长咗出嚟，但系唔系大将风度啦，大将风范咧，喳喳声咧拍住里边嘅呢个俱乐部咧，已经摆咗喺前边啦吓。咁啊，见到外档咧一咁跟埋嚟嘅超群生辉咧，亦都摆咗喺前面噶啦。咁最后啲咧，然后先见到日盛黄埔啦，咁啊，仲有一个马威跟住嘅咧，喺内档嗰啲企业精神都唔系好慢噶，大概咧守住呢个第四位。而家喺外面上嚟嘅咧，先见到仲有咧就系呢个超群生辉啦。就日盛黄埔啦，太阳无敌啦，喺个外档啲噶，然后胜利飞区咧，亦都喺较前嘅位置嘅。咁啊，去到咧大概咧呢个800米嘅段处嘅时候咧，佢俱乐部仍然咧系占先多少嘅。咁啊，超云生辉咧喺呢个第二位，再过嚟马威跟住嘅咧就系呢只企业精神。咁啊，外边拍住佢一齐嘅咧，仲有咧呢个大将风范啦。咁啊，然后后啲嘅咧威武雄狮，哇！全部香港马都摆咗喺较前嘅位置嘅。咁啊，再后啲咧，然后先见到仲有啲白玉飞区啊，嗰只马嘅。咁就系香港啦，仲系留喺个尾度。啲放下嗰啲咧，仲系喺个尾咧，仲未见到拉出嚟。咁啊，仲有只咧就系咧太阳无敌咧，而家喺中间咧就揾咗个位咧，就唔使西到咁出。入正直路嘅时候咧，俱乐部咧因为齿难嘅关系，仲系占先多少啊？超群生辉。咁啊，外边冲上嚟嘅咧，仲有啲日盛黄埔冲得相当劲，大外档上嚟嘅咧，仲有啲威武雄狮啊。然后再外档啲冲上嚟咧，先见到放下喺个外档度如飞冲晒出嚟，直冲个终点嘅时候咧，胜利飞佢第一，放下咧翻嚟咧影相。我同埋威武雄狮。